泥城。泥城镇是临港的一个小镇吧，它是那个浦东 SR 进入临港的一个门户一个镇，就是到临港，包括到洋山港，要走 SR 的话，第一个高速出口就是泥城镇，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到临港的那个滴水湖那块，也可以直达洋山港。目前我们是在泥城镇里面，现在也是下班的一个时间，车辆蛮多的，平常的车辆没有这么多。我的后面那个方向就是特斯拉上海那个超级工厂，就在我的那个后面，我们刚刚在那里去看了一下，现在正往回往市区赶。看到视频靠右边的这些楼是一个环建房，泥城的环建房，这里现在是特斯拉他们员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一片小区里面。从网上的一个资料，我们了解到泥城镇下属有11个村、10个居委会和1个祥旺社区一个服务中心。城镇人口是57718人，很少的，很小的一个城镇啊。常住人口达到了8万多人。它这个镇就是有早期的长江和钱塘江水夹杂那个泥沙冲积而成的，就是其实它以前就是一个泥滩地了，冲积成，然后经过开垦啊，然后建设，就最早就是一个小渔村了。如果算起来，从它有一个人居住小渔村到现在就有将近100多年了，170多年。哇，现在车特别多啊，下班的时间。这里面有，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方向过来的，除了特斯拉以外，还有
上汽的一个汽车制造厂也在那块。据说它这个泥城镇是，我看一个介绍啊，就是说它这个现在建的这个城镇是按照德国的一个城市规划的一个设计院设计的，它整个结构的包括它的布局是有欧式的一个住宅的一个特色，这里住的基本上是应该是那些外来人口比较多，本地的稍微少一点。因为临港发展了有将近差不多有十年了吧，一直不是特别好，整个也没发展起来。然后今年上海就是最近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啊，上海市政府下大力气啊，特别是把特斯拉美国的这个汽车制造厂引进到上海以后，就大力发展临港的一些项目。现在就最近的一个新闻说，也有，大概有几家的，五家吧，五六家那个超强的那种企业，世界大企业来到临港来驻扎。这里最早定位是也是一个类似于科技啊，包括工业、汽车制造啊。一些那个领域吧，发展的一个领域。泥城的话是它的一个门户嘛，进来第一站，进到临港第一站的就是泥城镇。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城镇的一个主要街道。前面这块应该就是他们泥城镇的中心地带，商场啊，一些酒店啊，很多的一些这种商业的一个都在这一块，集中在这一块。
这条街还看上去比较明亮，其他的街道都比较暗，没什么灯。从这个左边转就可以对接那个 SR 沪卢高速，就从这边出去。架好了以后，45升柴油，6.61块，上海的那个柴油价格是6.61块。走了。回市区的吧，加个油就天黑了。从这左边这个转过去的话，它一个是上萨林的走临港的一个高速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回那个市区的也是走这个，这里有一个收费站，就从这里走，然后直走的话是到也可以到临港去。没想到晚上的车辆还挺多的，这
这也有不断的有，我们这些摄像头拍不到，不断的有从高速包括从临港那片过来的回泥城的那个车辆，在我们的左边啊，就是高速公路这个口这里，这说明在泥城住的人也蛮多的啊。因为泥城的房价相对于市区来说的话，它应该是便宜的，因为这里离市区将近有50多公里吧，不止，大概有七十多公里，用往返一次的话，差不多也有100多公里了。70多公里，所以离市区远，它的房价相对来说要低一点，因为太远了。这一天上一次班，很辛苦的。现在我们就是走高速回上海市区。一片漆黑啊，上海市区方向，亮一点，最近中国国内正在大搞，全国都在大搞 ETC， 就是安装 ETC， 要求司机们都用 ETC， 取消一种人工的收费的那种模式。我们看到对面的很多车都堵着了。好了，我们现在已经上了那个 SR 去往上海方向的那个高速，我们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因为这个晚上天太黑了，估计也看不清什么。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谢谢大家。